不用了，坐缆车就行。缆车在哪儿？不是从这坐吗？是啊，不是从这坐吗？你知道有时候就是赶很远的路，然后只是为了走某一个景，然后去到之后，有时候如果它真的不是那么好，你会就有点。徒步40分钟。走吧。就如果坐那个缆车3分钟。单程徒步40分钟。哦，那肯定要坐缆车。那是卖蛋的。你是团体首富吗？嗯。这有好多种中文字。这你们可以试一下。啊。这个缆车就是大家都站在里面的这种，拉了一车人，然后就去开始去山了。Mount Fuji was registered o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in 2013.顺路，呵呵，都来到这儿了还顺路。它整个城市就依着这个湖建的，这个河口湖。一共有5个湖，有5个湖，对，这其中一个。哎，那个不是，看山就少，就人山黑的山。那个不是，那很好看。没有。然后盖在看山那些啥玩意儿，你们一家人看。这个不是游乐园吗？这边都是荒草，哪个游乐园？对啊，这是那个鬼游乐园。我们也一起拍一张吧。好，那可以。兄弟，就是就这个啥？是这个。心有余悸。哇，好哎，可以了。现在看到的镜头呢，就是陈大导演拍出来的一个效果。我们可以看到主播跟他的。跟我们的摄像小哥在拍照片，摄像小哥呢永远都是一个表情一个动作，拍100张也是这样子。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远近驰名的富士山。我们在想说今天能不能拍到我们的钻石富士山呢？他们已经把我抛弃了。我现在拿着这个摄像机，小心翼翼地走上了台阶。为了不让大家看起来觉得很晃，我就尽量地稳住镜头，很慢很慢地走起来。太宰治，大家你看一下，天上公园是这边，然后哦，太宰治也是。大家知道太宰治吗？太宰治是。日本蛮当红的一个作者，知识库，再说说我的知识库。我看过他的书，有一本叫做也被拍成电影的，叫做人间失格。人间失格这本书，电影我也看过，原著书我也看过，非常的压抑，很压抑。但是是讲日本的现状，好像是，我有点忘记了，对不起，大家可以去百度一下，或者上豆瓣看一下，反
反正就是蛮压抑的，看完之后会觉得人生没有希望。哎呀，我们在这么美的地方，我就不要讲这一个那么压抑的文学了。看一下人家温馨的一家三口，这有一个钟，应该是祈福用的吧，我猜。看到了吗？还有个心形，然后看一下不务正业的女主播，不介绍我就自己拍起来了。你看一下，这个也是不务正业的摄像小哥，很漂亮，就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在我手上了。因为我又不好意思不讲什么，你看我也想要看啊，这是生日，你看它做成富士山的样子，看一下然后上面有声，我不会孙近孙远怎么弄，我不懂。那个你就走过去吧，好好好，最简单的办法，还不会摇，能清楚吗？它对焦有时候不清晰。可以，它还有时间，它写一年366天。就是一些小情侣来这一边，就选好自己的生日。然后这种事情呢，陈大导演也做过，真的，就是我跟我 S 的。当然是跟亲密的人啊，但是往事不堪回首，往事不回首了，我们已经逝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谈及了。但那个东西我很放在家里，每次看到都想给它丢掉，又觉得没有必要。我已经过那个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年龄了，失去了就失去了嘛。生活，未来的生活还是很美好的，所以没关系，我们要展望未来，就好像我们展望这个美景一样。大家说对不对？能附和我吗？对，自问自答。他有应该也有一个观景台，这是这里卖的一些小吃，这是乌冬吗？不知道，是乌冬，我去看乌冬。我懂得是搞光，哎，这个还有名字哦，你看有这些名字，大家看到吗？这个是情深紫瑞春卷卷，能找到我的名字吗 ？Yuki 讲，我他希望 Yuki 的是，好了吧？都是讲的是六，有没有觉得我们多主任今天的造型？很，来展示一下多色的造型，然后介绍一下，由上往下的看一下。像那个水月吗？对不起。然后呢，多主任，你可以往来这边吗？我要介绍一下你的衣服。哦，你待会再过来。你放下，哎，你不要偷掉了，人家有。三百个凉介呢？结果就这么。凉介大家知道了吧？这个梗。看梁介哥哥，我们多主任今天的造型呢，非常的日系，非常的日本，是不是？然后我觉得他上面的头巾，他跟人家 say hello， 别人看得到他吗？我的白眼又翻上天了，你看，他要跳起舞来了吗？我们可以有幸可以看到。好丢人，还真的怎么跳？不要跳了，好丢人啊！再看一下我们摄像小哥拍照的一个造型，真人是这样的，一百年不变，千年不变的造型，就是的动作就这样的，手可以举起来吗？来吧，我来。又换了多导演，多老师拿过了这个麦克风，现在多麦克风交给了多老师，多老师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小剧场现在开始。下面是我们的摄影小哥，他就不用多看了，略过吧。然后呢，这位就是富士 superstar， 富士 star。好，有一位路人把他挡住了，路人请走开。好，路人走开了，富士 star 出现。这个镜，由于富士 star 本人有点高，这个镜头其实并不能装下他，让我就往后一点。真的很累。真的很累，我想要把我这个很有圣诞新年氛围的衣服用上。大家有觉得我这个衣服好看吗？没有要安利你们买哦，你们也买不到了。不要问我在哪里买哦，我是不会告诉你。脱吧。不要那么冷，但是我要看这个是不是有很有新年的这个衣服的。我去看一下河口湖啊，我在那边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我就专心的摆 pose 就好了，因为到时候我们这个 pose 这些录像拍出来之后呢，晚上回到去呢就是我们重头戏，我们就要截图，然后发朋友圈。
然后呢发出去之后呢，别人都在盛赞摄像大哥的技术很赞，但我们没有告诉他们真相，就是当时拍视频，然后在视频里截图，截图几万张给截的。好了，讲完了我们自己的一些日常，再来讲讲我们美丽的富士山吧。这里是 Sounding Home， 我们在分享世界，连接世界，期待你的加入。